打通方广，忏悔灭罪，庄严成佛经卷中。尔时佛告现象菩萨摩诃萨言：善男子，汝向自说，过去有佛名曰宝胜，苦恼众生一闻名字，命中升天。今复请我说诸佛名，使诸众生离苦出世。是故我今为汝集众，具说三宝，理事一宝，随顺说三。若人闻者，至心意念，欲受终时，执善知时，教令三称三宝名字，作如是言：南无佛陀，南无达摩，南无僧伽。如是倡议，其人命中不到三途，随意所要，十方世界皆得往生。应奉诸佛，见诸菩萨，文殊普贤，宣说大圣，大通方广，以闻法已，应时获得无生法忍。善男子，若人旷劫广修诸恒，深种善根，今得闻此三宝名字。尔时信相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三宝？一相耶？二相耶？三相耶？如其一相，即是一归；如其三相，即是三归；如其三归，佛法别体，僧亦如是。若是三归，众生见三义劫行道，不会一圣。唯佛世尊利益众生，为我说之，我闻是以意为众生分别解说，于佛灭后，若有闻者，即得住于三菩提道。尔时佛赞信相菩萨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乃能问佛如是大事。善男子，问大事者非一谛、二谛、三谛、七谛、八谛，唯有十谛。法云大事方能问佛，如是大事如今谛听，当为说之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旷劫以来无名所蔽，三界牢狱，生死流转，众部交集，六道往来，无归一处，是故归命天神，投身外道，自缚手足，害生求命，无免时患，肩负复火投冤，俱不免患。是故大圣如来哀从定集，民彼常迷，开眼三宝为真一处。初为始学二圣之人说于梯等别体三宝，后为九旬梵王大士说于究竟一体三宝，于一佛宝即有法僧。善男子，何故名宝？譬如世间七宝可以寂命，是故三宝在世，导养法身，能续行者，智慧生命，谓之宝也。别向三宝者，佛现王宫，二应法身，严氏菩萨，为度众生修行苦恒，道场树下，始成正觉，自觉觉人，故号为佛。佛名觉者，僧名受化，弟子从教得理，故名为僧。僧有二种，一者和合得名为僧，二者无为亦名为僧。得无为者，以真空解慧，性空无为，迷惑相续，正结尽无，为以灭诸结，圣众共住，和合不正，以此二义，故得名僧。善男子，法者，一切善恶之法，有为无为，诸法道理，恶法可离，善法可从，并为心鬼，皆是法宝。是故佛僧二宝，人亦体别，法与僧佛体同难别，何以取别？或有人言，佛僧二宝，但取假名行人，行人所得五分法身，诸善功德判为法宝，此亦不然。何以故？今日以此诸善功德成得于人，理法无人，何得别人并为二宝？今世人法有同有异，以法成人，法属于人。是以故说五分法身、十力无畏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、诸波罗蜜、无量三昧，以为佛宝，小圣五分说为僧宝，此诸功德有为无为，法相道理，可为鬼用，复名法宝。此则同体，虽说二义，亦有法体，亦佛法僧，如是法宝，以说此三，众生归一，得免三界，生死不畏，一切行人虽得免粗细苦未尽，是故为说。至极三宝名昔日三宝，言佛有苦，法事无常，僧亦无常，是苦非真一处。皆说常住行者，绝了法性，理空永离八道，无有生命，动求之苦为真一处，名为佛宝。所得常法鬼用至极，名真法宝。常住行者会真法性，正常住无为，故名为僧。亦以八岛永尽，与凡圣众一切和合，永无正诵，故名僧宝。昔日三宝一人别法，今之三宝与一佛一体，分为法僧。以是义故，我为汝说一向三宝，令诸众生具向一圣。信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当观何事求于大圣？佛言：善男子，当观三界无常以求大圣。信向菩萨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观于无常？佛言：欲观无常，除其烦恼，当行正念，慈悲为首，说法度人而不取正，是名菩萨，不舍众生为求大圣。善男子，譬如一城纵广一游巡，
多有朱门，路险黑暗，甚可怖畏。有入此城，受于快乐。富有一人，唯有一子，爱之甚重。遥闻彼城，受乐无量。即便舍子欲入此城，世人方便得过险道，到彼城门。一族已入，未举一族，即念其子，寻作是念：我为一子，来世云何？竟不将来，谁能养护，令离众苦？即舍乐城，还向子所。善男子，菩萨慈悲亦复如是，为怜悯故，修己五通，即修己以垂得尽漏而不取正。何以故？悯众生故，舍漏尽五通，乃至行于凡夫地中。善男子，成者欲于大解脱乐，多诸门者欲于八万四千诸三昧，路险难者欲诸魔道，道成门者欲于五通，一族入者欲于智慧，一族未入欲诸菩萨为正解脱。言一子者位于五道一切众生，故念子者为大悲心。还子所者，欲调众生实得解脱，不取正者即是方便。善男子，是故菩萨摩诃萨大慈大悲，救舍不舍，不可思议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菩萨大士从初发心，立志菩提，常为众生受十善法，何等为十？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逸，四不妄语，五不两舌，六不恶口，七不无异语，八不贪嫉，九不嗔恼，十不邪见。菩萨如是慈悲具足，慈能教善，见世所乐，悲能济苦，地狱度之，见诸众生求涅槃门不能之处，菩萨应当与此众生修集悲心，悲因缘故为诸众生开大涅槃门，显示安隐处，使得大圣果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行。信向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正念？答曰：当行不生不灭法。世尊，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善男子，使恶法不生，善法不灭。若修此行，行于三界，结习五欲，无能为污。善男子，欲行三界，嫉妒众生，应以十法有三界中，顺世俗文字说有三世，无上菩提不在三世，究竟菩提不堕众趣，何况三世三界中？何者为实？一者，于欲于悔心无增减；二者，若闻善恶心无分别；三者，于诸于智等以悲心；四者，见上下众生异常平等；五者，于轻毁供养心无有二；六者，于他缺失莫见其过；七者，见种种圣皆是一圣；八者，若闻三恶亦勿惊过；九者，于诸菩萨生如来想；十者，佛出五浊生西游想。菩萨若行此行，游于三界，烦恼结习无能为害。菩萨大士游三界中，以大悲为本，除此秽土，何光不同尘，是名难思议。若人于净国持戒满一劫，此土须臾间行此为最胜；若人于此土起身口意罪，因堕三恶道，现世受得除。菩萨生此土不应怀忧怖，设有恶道罪，头痛则得除。所以者何？若人欲断缚灭除诸烦恼，虽生此恶土，护法增智慧，一劫在净度受持用戒恒，不如在此土从旦至明日。我见阿处佛国西方安乐度，二国甚清净，亦无苦恼名，于彼做功德未足以为奇。若人于此土能忍不可视，亦教前人忍，其福最为盛。是故诸菩萨行于此恶土，嫉妒诸众生，勿怀烦恼忧，坚固菩提心，必得无上道。尔时，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佛等今者欲问菩萨菩提因缘，若佛听许，当敢发问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于无量百千佛所种诸善根，久达菩萨所行方便，为诸菩萨问于坚固菩提之道，随意觉问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时，虚空藏菩萨以蒙许可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谓菩萨其心坚固而无疲倦？何谓菩萨所言决定而无终悔？何谓菩萨增长善根？何谓菩萨无所恐畏，威仪不转？何谓菩萨成就善法？何谓菩萨善知从一地至于十地？何谓菩萨善知方便？何谓菩萨善化众生？何谓菩萨事事不失菩提之心？何谓菩萨能行一心而无杂行？何谓菩萨善求法宝？何谓菩萨善出毁尽犯律之罪？何谓菩萨能障烦恼？何谓菩萨善能随顺入诸大众？何谓菩萨善开法门？何谓菩萨先得因力不失善根？何谓菩萨不由他教而能自行六波罗蜜？何谓菩萨能舍禅定现生欲界？何谓菩萨于诸佛法得不退转？何谓菩萨行于三界教化众生，使增善根不断佛性？
尔时世尊赞虚空藏菩萨言：善哉善哉，能闻如来菩萨之事，如今谛听，善思念之。唯然，世尊，愿要欲闻，领纳听受。佛告虚空藏菩萨：复有四法坚固其心而不疲倦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于诸众生起大悲心；二者，精进不懈；三者，信解生死如梦；四者，正义思维佛之智慧。菩萨有此四法坚固其心而不疲倦，复有四法所言决定而不终悔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决定说法了之无我；二者，决定说诸生处无可乐相；三者，决定常赞大圣；四者，决定说罪福业不失果报，是名为四。复有四法增长善根，何等为四？一者持戒，二者多闻，三者布施，四者出家，是名为四。菩萨复有四法无所不畏，威仪不转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失利，二者恶名，三者毁辱，四者苦恼，是名为四。菩萨复有四法成就白法，何等为四？一者教人令信罪福，二者布施不求果报，三者守护正法，四者以大智慧教诸菩萨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能了之，从一地至于十地。一者九重善根，二者离诸过咎，三者善知方便，四者勤行精进回向菩提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知方便，何等为四？一者顺众生意，二者于他功德及随喜心，三者有罪悔过，四者劝请诸佛转大法轮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化众生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常求利安众生，二者自舍己乐，三者和柔忍辱，四者能除骄慢，是名为四。为善男子，复有四法能事事不失菩提之心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常意念十方一切诸佛，二者所作功德等以施之一切众生，常为菩提，三者亲近善知识，四者称扬大圣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能具一心而无杂行，何等为四？一者离声闻心，二者离辟支佛心，三者求法无散，四者如所闻法广为人说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求法宝，何等为四？一者于大法中耳生宝响，以难得故；二者于大法中生救药响，了众生病故；三者于求法中生财力响，以不失故；四者于大法中生灭苦响，至涅槃故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除毁尽烦恼之罪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得无生法忍，以诸法无来故；二者得无灭忍，以诸法无去故；三者得因缘忍，知诸法因缘生故；四者得助忍，无一心相续故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障烦恼，何等为四？一者正意念，二者障诸根，三者能得善法力故，四者独处远离故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能随顺入诸大众，何等为四？一者求法不求胜故，二者长生恭敬心无骄慢，三者唯求法力不自显现，四者教人善法不求名利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善开法师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守护正法，二者自意智慧意义前人，三者常行善人之法，四者世人垢净清白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得先因力不失善根，何等为四？一者见他缺故以为愚，二者与嗔怒人常修慈心，三者常说诸因缘，四者常念无上菩提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不由他教而能自行六波罗蜜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常以法师师导于人，二者不说他人毁尽之罪，三者善知设法教化众生，四者解答身法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能舍禅定现生欲界，何等为四？一者其心柔软，二者能得诸善根力，三者不舍一切众生，四者常能善修智慧方便之力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于佛法得不退转，何等为四？一者虽受无量生死不生厌离，二者常能供养无量诸佛，三者修行无量慈心，四者信解无量佛慧，是名为四。善男子，复有四法不断佛性，何等为四？一者为诸众生不退本愿，二者受信施行，三者大欲精进，
四者常能身心行于佛道，是名为四。菩萨摩诃萨由于三界行种种行，利益众生，常修初始，不断佛性。说是大圣四法之时，四万天人皆发三菩提心，二万五千人得无生法忍，四万八千菩萨得达法界忍，善入佛会。尔时佛告虚空藏菩萨摩诃萨言：汝今应当受持是经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明之？云何奉持？佛言：此经名为大通方广，能破魔境，坏外道君，消除烦恼，能解五欲邪见系缚，破三界欲，放诸生死向涅槃舍，润意九合正因种子，与大元因六度法语，增长众生三圣牙花，成就一圣菩提吉果。善男子，如问经名，我说如是，汝当受持。尔时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从过去无量佛所、无量会处、无量众中闻种种法、种种事、种种相、种种圣，未曾闻此稀有之法、稀有之事、稀有之相、稀有大圣，我当受持，使不断绝。世尊，如来常住，法僧不灭，三界众生自生自灭，不见如来，即以法僧畅言灭度。我等今者成佛威神，由于三界顺熟时宜，假畅灭度。世尊，我等今者于佛灭后，当于八万九远会法身大士流通此经，使法界众生受持读诵，如说修行，一时成佛，犹不放舍。世尊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佛灭后，着恶事中，若有受持读诵书写经卷，得己所福。佛言：善男子，若人以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珍宝以用布施，不如闻此经名，福胜于彼。复执是事，若人以十千世界满中珍宝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摄持经卷，福多于彼。复执是事，若人以十方世界满中珍宝以用布施，不如有人书写大圣方广经典，乃至一字一句或复一记，福多于彼。复执是事，虽施无量国珍宝，不如至心读诵一记。复执是事，虽施十千世界满中众生命，不如至心解义一句，为人说一记之意，福胜于彼。所以者何？财施布施是世间布施，常养性命，不出世间。大圣法师常养众生菩提道根，能续三圣，智慧长命。善男子，读持是经者，本虽恶人，今是善人；本虽苦人，今是乐人；本虽富人，今是托人；本虽未度，今是度人；本虽无智，今是论师；本虽有漏，今是无漏；本虽凡行，今是圣恒；本虽失道，今入圣道。身虽凡夫，读诵是经，志同圣会；本虽烦恼，读持是经，共诸佛如来同有涅槃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说，本是凡行，今是圣行；本是烦恼，读持是经，共诸佛如来同有涅槃。破戒忤逆，诽谤正法，读持是经，断除烦恼，同得涅槃，此亦难明。唯愿世尊当为说之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汝能善问，我能善答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以不知佛故，邪见犯戒，诽谤正法。若佛在世，终无犯戒，诽谤正法。何以故？譬如长者唯有一子，爱之甚重；若父在时，日夜教令，事事顺之；其子孝顺，受父教令，都无所犯。若父远行，不时来还，其子忘物，多有所犯。以不时来，畅言死灭，悲啼亦哭，父似起逆，愁愧失心，忘父本教，似若不顺，未如谤法。其父九十远行来归，儿子欢喜，亦父本教，受持不犯，以得见父，信之不死，不明堕逆。诸父本赤，顺教而行，不明诽谤。善男子，长者即是如来，依子者即是一切众生，令者即是教赤，远行者即是愚化，不见父故即是畅命，愁恼故即是障蔽，不持故即是犯戒，畅面故即是逆罪，迷理故即是诽谤。如来世尊，于化回来，众生见之，即生信心，知佛不灭。佛会说法，还得本心，不明犯戒，以不知灭，不明堕逆。顺教人行，于理得解，不明谤法。善男子，读持是经者，即能消除无量生死烦恼众恶之罪。闻是经名，即得闻佛；见是经者，即得见佛；持是经者，即持佛身；行是经者，即行佛事；说是经者，即说佛事；解是经者，即解佛意。若行佛事，善解佛意，如此之人永无烦恼，何以故？得执是经，断除烦恼。善男子，若八万劫以为一日，以是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
以此岁数过百千亿劫，得值一佛；复过世数，得值一佛。此经难值，复过于世，得值此经，即值十方三世诸佛。是故智者受持读诵，书写解说，能除邪见，无明烦恼，揭露重罪，助于福田，能消世间无量供养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辟支佛尚不能消世间供养，何况凡夫得消供养？佛言：善男子，辟支佛不消供养，无有是处。虽不能说法度人，入禅三昧，从三昧起现大神通，度诸众生，得消供养。尔时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经中所说邪见破戒不得供一国同住，一河饮水，说戒不丧，忏悔自字，此人名为退失圣道，不入众数，云何而言得消供养？若消供养，即与诸佛同受因供，过于罗汉、辟支佛等，唯愿世尊分别说之。我闻此语，意为众生如佛解说，令得度脱。佛告虚空藏菩萨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今者慈悲具足，哀悯众生而问此事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善男子，此经境界非声闻缘觉所知，已非诸魔外道凡夫思维境界，唯佛能知，汝亦能答。善男子，我常为行菩萨道者说施行禅，不管好恶福田成就，而说是言不施畜生得百福报，不施产敌得千福报。善男子，断善根者死去产敌，无惭愧者死去畜生，畜生产敌果报熟者尚能受供，众人福田，何况此人？已是异故，今此大圣大通方广，威德力大，不可思议，能使破戒五逆、诽谤正法、邪见烦恼悉得除灭，能受供养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诸佛如来不可思议，大通方广威神之力亦不可思议，受持经者其能功德亦不可思议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得不可思议无边功德。尔时世尊告虚空藏菩萨摩诃萨言：善男子，我念往昔过去有劫，名曰清净，我于此劫供养九十二亿，那由他佛以行小圣多诸过罪，犯戒无量，施诸如来不见受记，复过此劫，劫名乐见，我于此劫供养四十二亿诸佛如来，施诸如来亦不见受记，复过此劫，劫名梵音，我于此劫供养二十二亿诸佛如来，施诸如来亦不见受记，复过此劫，劫名欣喜，我于此劫供养八万四千诸佛如来，施诸如来亦不见受记，复过此劫，劫名救苦，国名庄严，佛号大师，如来应供正遍知十号具足，我于此劫供养四十亿佛，得闻此经，烦恼永除，目犹未睹，我于尔时皆以一切供养之具而供养之，施诸如来亦不见与我受记。善男子，我于往昔若干劫中供养若干诸佛如来，尊重赞叹，烦恼得除，具足声闻威仪尽尽，静修梵行，学行布施，一切持戒，即行头陀，离于骄慢嗔恚愚痴，忍辱慈心，如闻能说，慈行精进，一切所闻受持布施，独处远离，入诸禅定，出禅定已，随所闻会读诵思议，施诸如来亦不见受记。何以故？所受境界多毁谤故，身着声闻二圣行故，不闻大圣方广经故，以是义故，若诸菩萨摩诃萨等应当远离二圣之恒，修集大圣方广经典，则得受记。若我以一劫若灭一劫，说是佛名不可得尽。善男子，我过世后得见定光佛，为无量大众说是大圣大通方广，我于尔时得闻得见离佛所，受持读诵，思维其意，即得无生法忍，定光如来即受我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，应供正遍知。是故善男子，受持世经即至佛地，况消世间人天供养。善男子，是故大圣经典历施宝藏不可思议，会施破戒贫穷一以宝珠。善男子，大圣如大海，小圣牛济水，大圣如须弥，小圣以子成，大圣如日月，小圣打火星，是圣名大圣不可思议圣，容受诸众生犹如虚空中，一切诸圣中此圣为第一。如是大圣者，能出种种圣，小圣有限量不能度一切，唯此无上圣岂能度众生？若行此无量虚空之大圣，虚空无有量，亦无有形色，大圣亦如是无量无障碍，一切诸众生成于此大圣，当观是圣相广博多容受，若于无量劫说大圣功德，即成此圣者，不可得穷尽。一切诸圣中大圣最为圣，至心受大圣，得去菩提树，无复无障碍，今此无上圣，
能胜下列胜，坐于道树下。关于十二缘哀悯众生故，未说大圣经十方诸众生，若成大圣者，亦无有增减，容受如虚空大圣摩斯力，神通大智慧，是故诸众生当勤修集之，一切诸天众天魔及外道，欲除烦恼缚，归依于大圣，具足六神通，三明三脱门，能坏魔外道，并及诸邪见。大圣最为要，能破诸烦恼，具足诸善根，是故大圣力。其实难思议，一切世间法，即以出世法、有学无学法，设在大圣中。若有众生行恶道，亲近邪见恶之时，远离此事归大圣。若人不要求大圣，不能破坏烦恼结，欲求解脱学大圣。若有大人解大事，闻说大圣心欢喜，当知即是大圣人，得心寂静具神通，皆由大圣自庄严。若人有能行大圣，是则不断三宝种。若有去向大圣者，是人即得无量福，能到十方诸世界供养十方无量佛。如是大圣方广经，世间诸圣无能胜，具足威德破生死，是故大圣难思议。得色得力得自在，具足成就常法身。若有成此大圣者，是人受于无上乐，舍身自失修慈悲，是故得此无上圣。持戒精进修梵行，能以神通障日月，皆由久修大圣行，自心敏修常精进，世人则得于大圣应有无量苦恼报，修集大圣得除灭。若能安住大圣殿，长寿快乐如诸佛，具足正念勤精进，获似如意神通力，依止正法及真意，皆由久修大圣经，具足实力无所谓。相好庄严三十二金刚三昧一切智，皆由久修于大圣。善男子，若有持此大圣经典，一字一句乃至一句，永脱诸苦难，终不堕恶道，得到安隐处，于后恶世时，若得是经者，我皆予受记，究竟成佛道。若持此经者，佛常尽世人，世人常尽佛，世人护佛法，诸佛护世人，扩大神通慧，能转大法轮，度诸生死去，能破坏魔君。我于定光佛闻此方广经，助人得受记，号为释迦牟。于我灭度后，若有学士经，我亦与受记。若人来世中能解此经义，为诸愚者说，佛虽不在世，不断于三宝，亦如佛现在。所以者何？我从无量佛受持此经，于末劫中为人广说，是以获得三十二相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诸佛皆已说此三十二相，佛今复说三十二相，是何业因之所成就？唯愿世尊当为说之。佛告虚空藏菩萨言：善男子，如来成就无量功德，是故得成三十二相，若我广说穷极不尽，今当为汝列而说之。如来至心护持境界，得足下平相，修种种慧施，故得千佛轮相，不欺一切诸众生故，得足根冲相，护正法故，得止先长相，不破坏他故，得同难相，以妙福奉施故，得手足软相，以净食施故，得七处满相，喜闻法故，得鹿王薄相，复藏他罪过故，得马阴藏相，修十善法故，得上身如狮子王相，常以善法化众生故，得缺骨平满相，救护部位故，得臂肘丰相，见他造三宝业要佐助故，得手摩西相，常修万善法故，得清净身相，常食病者药故，得所食之物致明息现象，常发庄严修善法故，得狮子夹相，于诸众生心平等故，得四十尺相，喜和合正诵故，得尺逆相，以珍宝施故，得尺奇相，身口意净故，得二牙白相，护四口过故，得广长舌相，成就无量功德故，得位中上位相，于诸众生常以软语故，得梵音相，修集慈心故，得细长目相，至心求于无上菩提牛王劫相，赞叹他人所有功德故，得白毫相，恭敬供养父母和尚阿舍离师故，得肉髻相，要说大圣法故，得身柔软相，喜夫具故，得金光明相，远离据说世间故，得一毛孔生相，要受善友师长教斥故，得身毛上泥相，不以恶事加众生故，得发色清相，常劝众生修三昧故，得圆满如泥居陀相，所生之处喜造佛像，故得那罗延利相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无量功德，获得如是三十二相。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诸法都无相貌，又观如来亦非实形，云何而言广修诸相？我观诸佛法身枯竭灭道，应入见等，十二因缘诸般若蜜，
内外因果空无相愿，不见出生，不见灭没，如幻如化，如焰如响，如水中月，龟毛触角，如空中之花，如使女之子，如爪影衣，幻成白象，如有如无，即以有无非有非无，非常非断，非生非灭，非内非外，非见非识，犹如虚空，云何而缘？我修诸法，我观如来亦非众生寿女是夫，亦非眼非色非眼色相形，非耳非身非耳身相形，非鼻非香非鼻香相形，非舌非味非舌味相形，非身非触非身触相形，非意非法非意法相形，非食非色非食色相形，非色非苦非色苦相形，非我非愿非行非因非实非虚，非聚非散非出非入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非去非来，无有住处，无心意意识，无有生口意业，非一非二非去来现在，非垢非净，非我非众生寿命是夫，非常非断，无生无灭，无修无行，无舍无受，毕竟常住，云何而言？广修诸行。二十，佛赞虚空藏菩萨摩诃萨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汝过去世时纯以供养无量诸佛，救达大乘无上空义，了知万法即皆空寂，亦知如来毕竟常住。善男子，譬如清净琉璃宝珠虽在泥中，经历千年其性常净，出以如本，汝等经者亦复如是，了知法相本性清净，汝等经者虽在三界五浊泥中诸佛摇化，亦复不为泥之所污，以不污故能问此意。善男子，汝今复听当为说之，一切万法实无相貌，有文字故说言有法，法中无字，字中无法，为有不故说有文字，文字之中亦无菩提，菩提之中亦无文字，第一义谛虽无文字，是属道中说有文字，众生佛性无上菩提，不离文字。善男子，师如汝说，如来无尽无生，不修不行，离诸修行不入正位，亦不退转，一生不生，度欲陀天，不从天下，不处始胎，于一切法心无所住，亦不说言我已过去生老病死，亦不四维七步而行，亦不自言我是世间无上之尊，不处中宫才女娱乐，不习世间寂乐之事，亦复不学鞍马脚力，欲度众生入涅槃故，视现老人为坏贪生，视现病苦为坏贪受，视现死相为坏贪欲及我所，视现沙门，为令众生不求梵天地世之身，请求出世无上之法，于出功成实现出离三界七缚，即是非果前后故，视现无生暗实故，三十二相庄严其身，为是众生良佑福田，剃除周罗弃舍璎珞，牵马令环放禅陀罗，视现远离一切烦恼，现剃须发，视现不贪着于一切法，受持袈裟视条众生，从玉陀伽阿罗边咨问受法，视现破坏自高之心，六年苦行为坏外道，现受饮食，随世俗法现受高草，是欲知足坐草庐上，是坏骄慢，诸天龙神赞叹恭敬，是现功德庄严国报，降服外道是勇猛力，右手指地是作佛力，大地震动是报恩故，修无相愿获得无上菩提之道，是现了知一切法相，观法平等，名之为佛，佛之智慧无能胜者，所说法要如去来现佛，以是义故名为如来，了了见之三十之事，善不善法名萨婆罗，真实语故名天人师，若有学者能作持观是名菩萨，若作义观不名菩萨，则名其狂一切诸佛。善男子，一切诸佛不出不入，不生不灭，为度众生上言出世，为度众生上言灭度，虚空藏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时久之法相离空，诸佛如来无出无没，不生王公双数不灭，毕竟常住，为度众生修诸苦行而入涅槃，时无动转，诸佛如来真实长存，应身三界，现五种法身，何等为无？一者实相法身，二者功德法身，三者法性身身，四者应化法身，五者虚空法身，所以名为实相法身，真实妙果，众相永尽，体即常住，是故名为实相法身，所以名为功德法身，为度众生，是功积行，断善具足，是故名为功德法身，法性身身者，达悟一切法相，力无不遵从境，身于空界，空界满足，穷尽得名，称为法性身身。何故名为应化法身？如来出世，被应无道，善恶悉现，物无不济，从化物得名，是故名为应化法身。所以复名虚空法身，虚空无边，法身无边，虚空不可度量，法身亦不可度量。如来之身犹如太虚，为度众生应身无分，
故知如来无身无灭，诸法亦然，为度众生佛现法行。二十，佛告虚空藏菩萨言：善男子，汝与如来同解法相，一切境界无障无碍。善男子，未来有劫名曰清净，功名快乐，彼国悉以诸大菩萨论议大臣，二出不闻二臣之名，况于恶道。如于此劫当得作佛，号曰清净庄严佛，如来应供分辨之，他方大事皆亡。一比，听受大臣大通方广，是故一切众生若闻虚空藏菩萨名者，礼拜供养，皆得生彼快乐世界。若有众生求于大臣未得无身受持十经，当知是人不过十佛，便得受记。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卷中。南无呼啦胆南呼啦耶耶，起啦起啦居住居住，摩啦摩啦呼啦哄呵呵那，苏的那哄呼摩那刷哈。如是佛身无漏智，我常信解净三业，以无量慧大福行，一心垂悯诸群生，以今读诵佛经藏所获无漏功德种，愿我速证佛菩提，尽引众生归正道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。